好，来下去。什么初体验？我竟然已经跟鲨鱼游泳。来，两个人来马尔蒂夫度蜜月，有没有很奢华？奢华。哇，是你在这个环境跟我讲奢华。哦，这里是居民岛啦。有啦，我们住了两天水上屋。后面还有两天。后面还有两天。要说这里，要我们去体验当地的风土民情。嗨。嗨。我们在马尔蒂夫的马必须。居民岛，昨天我们住了两晚的水上屋，然后在水上屋没东西可以逛，他们这些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买东西。来到居民岛终于可以花钱了。哦，太好了哦，不然我昨天晒伤。我昨天去出海追鲨鱼，结果晕船了。哦，还好我们有一个强者小叶，他拍了很多鲨鱼。祝你的心得啊，很好玩耶。对，怎么样？快说了。你有什么心得吗？妈的了，没办法录心得了。那你们有什么心得吗？高。太阳啊，太好了。没太阳了耶。哇，好舒服啊。没太阳比较舒服，这里的太阳真的很舒服，又毒又大。有，太好了太好了，他知道我晒伤了啦，不再给我晒太阳。我们回来了。有钓到吗？有钓到吗？哎呦，是有是有。看见到。今天要一两个小朋友按公司的。来，马尔蒂夫开不开心？开心。老公怎么对你很好？刚刚还跟我吵架，我要跟你吵架，又很痛。要他不拍照，那就热啊，我晒伤了。你经过这一次的考察，你觉得你们的饭店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部分？